再过一个月就是农历过年了，有别于传统上在家围炉团聚的习俗，有越来越多的家庭会选择在外享用围炉宴，少了自个儿在家张罗宴席的烦忧，还能够和家人一同享用专业厨师的好手艺。花莲理想大地扭转星运团圆宴和扭转星运精选外带年菜，从即日起也开始开放预购。在一个月就是农历新年，有别于传统上在家围炉团聚的习俗，越来越多家庭会选择在外享用围炉宴。理想大地推出扭转星运团圆宴，特地以吉祥话入菜，期盼新的一年疫情能平息，也祝福享用团圆宴的每一位客人来年都能够平安健康。那在新的一年，当然期盼这个大家给理想大地持续的鞭策哦。然后让我们可以尽快的有更好、更棒的这个产品呈现给大家那最后在这边呢感谢大家今天莅临，然后希望大家在新的2021年这个平安喜乐。少了自个儿在家张罗宴席的烦忧，还能够跟家人一同享用专业厨师的好手艺。诚所谓"食材要新鲜的才好"。厨房的师傅也要老的才可靠。花莲理想大地度假饭店由40年以上功底的李明耀师傅掌厨，献上扭转星运团圆宴，以正玉风味为您的味蕾送上新年祝福。今年是牛年，所以我们今天是用牛年新运团圆宴来表现我们的菜色。那我们菜色里面呢，当然是不外乎传统第一个呢，我们现在可以看得到的。我们在任何饭店也好，在家里一定会要友谊，为什么呢？要年年友谊。在家里你可以吃，但是呢不行哦，一定要留下一些遗肉，让这个好运一直接续过去哦。理想大地扭转星团圆宴与扭转星运精选外带年菜，即日起开放预订。记者林杰、邵凤香采访报道。